快点把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网啊弄过来啊，你看有人说都被你做没有够了神纸了，啊有人说不做网子吗？哦对哦，我没有给你哦，因为我不想给你啊。好，那就不给啊。不要啊，我干嘛给你？好，那就不给啊。不要啊，自己做啊。好哦，没事啊。自己做啊，自己做啊。就先一刻的决定吧。自己做啊。那你自己钓鱼啊。我这边有四个，我不给你啊。好啊，那我你自己钓鱼啊，自己想办法吃啊。我知道你的保持度已经很低了。我吃鲨鱼肉啊。好啊，那你打鲨鱼啊，加油。啰哩吧嗦，说的是你。好了，给你啦，快点。那我要吃鱼。好，你想吃？对，就这样。哦、有哎、欸。有。哎、欸，这到底研究所怎么学啊？你看你要做什么东西，然后把东西丢进去，然后它就会出现了，然后会出现在你的按研究，然后出现在你的锤子里面这样子。没有，然后你按 I 就有了。是啊。把鲨鱼杀死会有别枝，是哦。我们应该要多做一点那一种，我们要多做一点哦。做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猫砂吗？小土盆啊，小土盆啊，等你做，现在还没做出来啊，我就帮你做啊。我要怎么放种子进去啊？你就先拿出种子试试看吧。拿出种子。作为一个游戏狂的，就什么东西都要研究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放三个，你那边还有没有？我真的没有了。哦、我有马铃薯，我有土豆，我种土豆。哦，我有甜菜根，我种甜菜根啊！我要怎么浇水？就拿一般杯子，然后有，它需要淡水。需要淡水。那你这边煮。啊，我把海水倒下去了，会不会死掉啊？你不要倒海水吧。我已经倒了。倒淡水吧。完了，我来。干嘛？有吗？我看一下。它变深色了，应该有了。有。你看那边。好，我滑。船长，我已经很卖力了，有没有往前的感觉？有感觉吗？有，我看看众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看看有没有往前的感觉？有，我感觉到了。有哎、欸，好近啊！哎、欸，快去搜刮一下！哎、欸，我们要做那个。我过去了。哇，这个很兴奋，这个。哎、欸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哎、欸，他过去啦。那个。过来。没事，我上来了。啊，那里面有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再往下沉，你再往下沉，你，哈哈，你再往下沉啊！哇塞，这个好像就会沉掉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回家了。船长说他想要在那里自杀、啊。我会死哦，我先说、啊、好了好了、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啊？这里啊。这什么啊？葡萄藤粘性洗下面蛙哥。枕头都被打到一半。啊！我的，够！他咬啊！哎、欸，我的铲子坏掉了，不在我们那个武器坏掉了，他咬爆了。我做过啊。啊！枕头够不够？所以你学的，我就可以学。哎、欸，而且我们现在要学的做，其实很方便哎、欸，我们就只要对着图案按加就好了啊。可以吧？可以哦，你对着图案按加，你按 I， 然后对着图案按加。如果你有那个材料，它会自己做出来，不用在那边切来切去那么麻烦。我们到时候下一局如果开局有没有？我们这个网子要赶快提早做。问题是现在拖淘不到的东西啊。我们现在就拖太久了，哇，好多叶子。啊！我的！Yeah, my！ 阿哥，你是不是想谋杀我很久啦？你说你是对我心生不满？你是不是对我心生不满？我没做什么事情，我没做什么事情啊！你是不是对我心生不满？
你是不是不爽我很久了？我为什么不爽你？你说你做什么？我觉得你好像无时无刻都想杀了我。我干嘛想杀你？太恐怖了！所以我还想帮你做钓竿。我没做什么事情。真心换绝情。讨厌。你太残忍了。所以，请问我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吗？你把我推下去，然后假装勾不到东西，都我在勾。你是不是故意想害死我们啊？啊！你说，那钓竿给你，我做了钓竿。钓竿，钓竿，钓竿。哇、哦，好多、哦！你是哪里生出来这么多叶子啊？自然产生的吗？我不是钓啊！你还说我没有在做事情，你这样对吗？啊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没有，完全没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收获了。再种回去啊！再种回去、啊。好喔、哦，欸，我们要坐帆船，我们要坐船帆还是坐风向旗？用来请。我觉得你坐风向旗会比较好。风向旗要六个木板，三个绳子。我们现在再给我六个木板就可以了。木板有办法分吗？哎呀，管他，丢给我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女人，好，听话。我烤东西要用木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要怎么做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风向旗是拿来干嘛的？你知道吗？告诉我们风向的位置，并不是让我们来滑的。是哦。嗯，你看，嘿嘿嘿，你看右边。那你在做吗？嘿嘿嘿，女人，加油！好不想听。父权主义者，我们这边会不会激起一些女权主义很生气？有没有？干，原来老头是大男人主义。然后就开始激起了偏激的言论。虽然说爹爹看起来很大男人主义，但是没什么态度了。我哪有大男人主义？我没有啊。耶！哎，刚刚怎么在咬啊？看咬屁哦！然后你又没打到。我没有注意到啊。我想说什么声音那么奇怪，就叭叭叭叭叭。有人说不会不会。我是觉得啦，这种东西，发生的几率是不高啦，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。好，弟弟，假装烤鱼，你来吃哦。好哦。哎、欸，爹，滑过去 ，Go Go， 前面。不要啦，就没有烦，滑屁哦、喔。你看看这个风向，你可以的。我觉得靠近一点再说，我不要浪费那个耐久度，等一下再重新做一个，跟八七一样。我看情况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烤鱼要不要吃啊？三九八七六五四三二。好，我吃。不吃白不吃，是不是？再烧，再烧，再烧。好像都是我在做食物，然后弟弟在做，弟弟在做火锅。啊，就分工，分工合作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蛮靠近的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滑过去啊？女人就该做女人该做的事情。啊！什么？滑过去啊！好好好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滑滑滑！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风，跟没有什么浪，对不对？大小。对，然后你过去吧。干！这鲨鱼要干嘛？你先滑过去，我游过去吧。现在没有浪，那我们应该很好游。哎、欸，快去捡，快去捡！那是什么？电器产品吗？换我去好不好？我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。好，去吧。可以的啦，不太靠近。可是你没有铲子啊！等一下你游不过来救我，你去捡好了。快点。你去，你快去，你快去！不要啦，等一下飘走怎么办？那、为什么不能捡？我捡了。好，过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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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沉喽，沉喽，沉喽！啊！里面没有什么，里面只有蓝图而已。干什么蓝图？我不知道。嗯。哦，好险！心脏病快发出来了。没东西啊！我刚刚捡了什么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啊！我捡了什么东西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我捡了什么、欸、我看到一个很像一层，很像一本书的东西，捡了我就跳走了、啊。你又道具栏里面没有吗？嗯，我不知道我到底捡了什么、啊，这些东西都是重复过的啊。哎、欸，其实、啊、你不觉得这个游戏？等一下再喝。
你不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还蛮好笑的吗？怎么说？到底是哪里有这么多漂流物可以给我们？人类丢的垃圾。我们要感谢那些人类丢的垃圾吗？对。我们该这样感谢吗？这样感谢是对的吗？你不觉得很莫名吗？阿爸，你要照理来说不会有这么多漂流物，你懂吗？因为有一些海洋就是不会有这么多漂流物。爹爹，这只是个游戏。是没错啦，污染太重了。哪里？好哦。你要不要喝啊？啊？哪里？喝什么？喝水啊，不然喝什么？漂流吗？对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凶的对我呢？我你刚刚说你要不要喝啊？你要不要喝啊？你要不要吃啊？真的吗？你确定你不是带着亨利这样对我说？哎呀哎呀，你是我亲哥。啊！哇靠，他直接破土。哈哈，他快要死了耶。把他戳死也好啊。那边乱。修理啦，修理。修修修修修修好了。刚出去买水饺。哎，我不能再吃那些淀粉类的东西了。你知道我这次想要讲瘦身坚决吗？坚决瘦身呢、欸？你干嘛突然间要瘦身啊？你到底受了什么打击？没有啊，只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啊！人活着就是要这样嘛。你找不到去我没关系啦，不要虐待自己。找不到什么？找不到女朋友没关系啊，不要虐待自己。我没有虐待自己啊，我的确是想要让自己身体更好啊，而且这样才会有好衣服可以穿嘛，不然有时候我都。没办法穿一些好看的衣服。你是说女装吗？女的跑啊，欸、女装。啊是只有你吧？哎、欸，对，你本来就穿女装，我开玩笑。别理我。终于啊，穿反怎么办？放中间，放这里哦。你看我手指的。干嘛放那边？啊，放中间不叫能够移动，不是吗？还是说其实没差、啊？好像没差吧，你先试试看，反正没差。不要意见那么多，女人，我说放这里哦。就放啊，这废物哎、欸。好，我放了哦。还是你觉得 放、啊、还是你觉得放这里比较好？你跟我说废一点，我躲到废物，我这个我那个。哦，哎、啊，成功的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女人在背后支持他嘛，所以我问你啊。看你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好，就这里。那我看一下它到底怎么启动。按长按，轻轻旋转。哦，哇！哎、欸，你看一下，你看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。你不觉得？哎、欸，要不要换你玩一下？快点！我想看，我想看，快点！我不想理你。你按住，你按，你看，你对按 R， 然后滑鼠动大力一点。对吗？再大力一点、欸。你不会觉得像白痴吗？很白痴啊！对吧？很像白痴。你好。你是不是压力很大才这样子？你在说自己？没有啊，你刚刚看到你反转的这么严重，你是不是最近过的压力很大？你叫我的哎、欸，我去。有吗？有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碍事啊。可是没有它，我们就没办法移动了，你觉得？是不是？好吧。有人说刚刚有鸟在偷菜，真的假的？赶快收货！我们的东西被偷了。啊？倒。啊，你要去吗？看你啊。反正我是在船上等的那一个人。那我把这个固定锚给你嘛，你等一下把它抛下去。哎吼！嗨吼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嗨吼，嗨吼嗨吼嗨吼，快点跟着唱啊！我不会唱、啊。就嗨吼没，快点一起。我说三二一，一起嗨吼哦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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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上去，你先想办法上去。哦，不要啦，你先嗨吼啦。嗨吼。好，那我们要三二一，一起哦。三，二。一，哎，找不到了，好的。你还活着吗？哎、欸，这里还不错哎、欸，我们就永远卡在这里好不好？哎吼，哎吼，
嗨嗨嗨嗨嗨吼！挂起来了。但我受不了了。啊啊！那我放这个哦。你毛丢了没？丢了。哎，我肚子饿了。哎，丢了还会飘啊喂！不会。救我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丢了，你看这东西在什么？要踢下去啊，八七。啊、要丢下去啊、哦！你以为放在上面就会停哦？你有没有玩过划船游戏？你以为东西你划船你要停，你是不是要把东西丢下去，让它在那个地方不能动嘛？你开阀吧，你开阀、啊，你把桶子放在，你把桶子放在木筏上面。Are you sure？ Are you sure？哦、为什么亮亮的、啊？哇，夕阳真美丽，不错、啊。早上啊，哎、欸，后面你要不要拍啊？你不拍也想滑、啊啊。你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不拍呢？你为什么不开呢？因为我手上拿着这一个，我怕丢了之后就不回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要怎么上去啊？应该有一个，啊，又坏掉了。我没有船桨的木板啊，绑对对对，木板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木板。快点！好，女人，快点做事！我不理你了，挂了。不行啊，我们要上去啊！我们不好了吗？好啊。好，那我加油吧。可是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着陆点啊。试问这里哪里有着陆点？所以你要放弃了吗？啊！是你叫我来的，又叫我放弃。你叫我来的，然后又叫我放弃。哎、欸，他丢不上去耶，好过分哦！啊、我受不了，妈的，干！我就是要上去。啊！啊啊啊啊啊！我、啊、先、啊啊、把这个丢在地下好了。我真的没办法上去啊！你这里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救我、啊、！Hello， 有没有水啊？我已经丢下去了。所以船上很多，这里根本没办法上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。那你就回来吧。嗯，我要回去了，而且我快渴死了，快点！女人水，管你的。来，我要喝水了。那我们要动了哦，船长已经准备好了，船长。你好像还，你才是船长吧？你才是船长，船长，我们可以解除了吗？船长，走吧。好哦，走吧。我肚子饿了，我肚子饿了，船长。自己去吃。土豆还没烤好啊，船长。那等他烤好再说。我要生吃了，不管了。哎，有人说有楼梯，真的假的？我是没看到啦，我不管了，我就是要走了，不要再回去了。不是啊，他们说岸上有楼梯。哦，那个我就不懂了。再回去是猪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对啊，我是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有在吃呢、啊！干妈的！想要吃我东西？在船上安楼梯哦，那就不是岛上有楼梯了，所以我不是猪，我们走吧。所以你说要做网子桌，现在你做多少个啊？一个都没有做啊！啊，就太多事情要做了哦，一下要那个，一下要这个。哦，啊，就你的毛比较多啊，你就毛太多，你一下子要那个，一下这个，哦，不了哎、欸，直播到几点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说我们要播到几点啊？播到1:30已经超过了，对啊，啊，播到8，播到十点，对啊，剩下4分钟啊，你都要十点了、哦，对啊。我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观众想看。我们不要这样子。9:30的耶。我们不要这样子，你看那辜负观众来这样子看我们的台。我们要嘛就播到。讲的好像我们下次被拍台似的。我们就播到10:01嘛，好不好？好吧，10:01。对啊，让观众满足1分钟啊。好吧。不要说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不能亏待我们观众。我们观众已经，我们观众就已经就是满怀期待的这样准备看，我们就播到10:01，好不好？好。
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可以，就说定了。有人留言说：“可恶，我想摊一分钟。”哇，居然有人这么容易满足。青玉啊，青玉说的。哎、欸，我肚子饿了，女人。女人。自己等土豆烤好，自己等土豆烤好，自己等土豆烤好。好。土豆，哎、欸，我快死了。有人说十二点。洋葱啊，啊不是啊，那个甜菜啊，煮过了没啊？没有煮过的啊，补不叫少而已啊。我要捡土豆，捡到船帆是怎样？先试着学着活下来才行。那勾搭的什么？那一个吧。好啊。那。等一下好不好，错误示范，你看你看是不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你每次都讲不过我、欸、我的背包有鲨鱼肉。哎、欸、为什么我有鲨鱼肉啊？他上面说看起来像回力镖。鲨鱼肉还没发现到，因为我可能杀了鲨鱼，鲨鱼被我杀掉了，我们把鲨鱼肉丢进去啊，我按到吃笑一下，我的鲨鱼肉。我的肉，各位，有看吗？我是想吃沙，我是想吃生的。帮我。我想吃沙西米，不行吗？我就是故意要吃生的。荒野求生，没有人在跟你在那边吃那种煮熟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Discovery 那个贝尔啊？他们都直接生吃呢，那种险峻的环境，哦，那种险峻的那种环境当中，你根本就不可能煮熟的东西，你只能生吃，是不是？好哦，问题是你现在可以煮熟吗？为什么不要煮熟？贝爷有煮熟，好不好？那是因为他刚好有火啊。你也有火、啊？那是因为。他节目效果要煮熟，不然真的这个对这个不算节目效果啊，这个生存是不煮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那你自己生吃土豆吧，生吃鱼吧，我什么都不煮，我把不煮熟的好吗 ？OK， 好，我把这个拆掉了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那既然有就不要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这样子，有话可以慢慢说。既然有，就不要猜，可以吗？好。你讲不要煮熟也是你讲，然后要煮熟也是你讲。我是在为你的安危着想，好不好？你一个女人还要吃生肉，我觉得我们身为男人就要该绅士一点，对不对？好哦。让你吃熟的，我吃生的，可以吧？好，我等一下就全部给你吃生的。来啊！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嗯，然后已经10:01了，我们要关台了。好，我们要关台了。嗯，本期恭喜大家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虽然说弟弟很好。来，拜托我贡献蛮大的哦，杀了不少只鲨鱼哦，在那边给我哦。啊，不然你看这船帆是谁盖的？哦，帆船是谁盖的？我盖的。啊，这个网子谁盖的？我盖的。我一句话就可以打败你了。怎么嘛？你左下角那个东西好像是不是我在管理的？你没有那个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啊，我没有我的木毛插鲨鱼，我们会活到现在？那我自己做好了。不是啊啊，你就要负责煮。冷静一点嘛，女人，你把毛给我好不好？你干嘛想戳我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哦。我没有在怕你的哦、啊，干是不是想戳我？你干什么啦？你是男毛干嘛？走开！干我感觉好像家暴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夫妻吵架，这个已经男毛要插我了，把我逼到死角，我就怕跟狗一样。好啦，关台啦，休息啦。好。戳屁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很痛啊。我们明天
看有没有机会再播，还是说就是过几天再播吧？看吧，下个星期。你男朋友刚才打电话跟我讲说，他有点事情，他叫我跟你一起直播比较好一点，这样子。是哦。对啊，你男朋友刚刚跟我讲说啊，最近有工作有点忙。我都还没介绍给你了，你还在啊？啊，我们其实很早就认识了，我们很早就认识了。是哦。我没有跟你说过哪个是我男朋友啊。啊，我们其实。就你也知道，世界就是这么的小嘛，好不好？就，你也知道就认识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样有人说，我们的网盖错方向了，你要盖在物资飘过来的方向，才会有东西被拦截。啊，我这样应该没错吧？这个呢是爹爹盖，不是我盖的。这个呢，我就在那边慢慢的漂浮过来。这是艺术好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的肤浅呢？OK， 艺术。你有意见吗？好哦。没有意见了，对不对？那没有意见啊！等一下救我，我掉下去了。没劲，你在跳海吗？没有，我不小心掉下去，好不好？我靠！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人嘞，我说没意见的发，然后又要跳海了。我不小心的。好啦，关台了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。明天有机会见，不是明天。